教，荣华宗在你们明年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宗属。今天我就告诉整立山的朋友，我们在荣华宗，我们做的，我们的州政府虽然是来自梧桐的阿杜甘利，他比任何一个明年的州大臣、首席部长都来得好。你们翻开阿杜甘利的历史，从他1995年五月担任州务大臣到今天，他总共给华小、淡小的土地不会少过25片。各位，这是阿杜甘利。每一个人在说支持华教，到底民主行动党是协助华教，还是呢在让我们这个华教更难看？所以今天如果行动党的这一个他们的领导人过来，你问他们，到底你们在雪州是支持华教，还是呢阻碍华教的发展？你问他四间学校禁止学校，第二间你问他什么学校？刚才我讲敦诚修信华小、松爱弄华小，还有呢另外一间呢就是呢嘉颖新城华小，四间他应该很清楚。到今天我们还有一间学校的校地呢在谁的手上？州行政议会嘎烈的手上，那个就是在到东风世杰的选区搬单。今天这个地呢发展上的 premium 呢没有还十多年，今天要这个州行政议会呢确认这个数目，叫这个发展商还，他们都不做。各位，你今天怪政府吗？所以一方面他一直说我们中央没有兑现诺言，但是呢在另一方面呢他们想尽办法不要让这一个华校建起来。所以我说今天对我们很不公平。我今天把这个故事，我可以带你们到这个雪州去看看，到底今天的民主行动党讲一套做一套，他们才是呢政治的这一个呢辨识度。所以今天我认为我们看到这些领袖的时候，就问他你们的立场是什么。民主行动党的林冠霖、林吉祥只敢说宾州他给了多少钱，你问他在吉打州给了多少钱，在明年政府在雪州帮了多少华小，我不相信他们敢讲，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呢向人民交代。